Hello， 大家好。有很多哎，来来来，第三天在新加坡了哈。对啊，这应该是你第一次看到那么多歌迷吧？对啊，就是我到新加坡以后第一次跟大家一起见面。这样子做一个见面，对不对？大家有一份见面礼要送你。好，有什么呀？真的，大家准备了很久，对不对？准备好了没有？大家见面礼准备好了没有？一、二、三。请问韩庚穿几号鞋？4号。4号好像夸张，4号很小。4号不就是女生的4号吗？4号大概我都穿7号、8号，你还4号，真是。哎，我们差不多哎。有。就以今天这一双来比 ，OK。我们要看举手的啊，举手的我来选 ，OK。谁要回答的请举手。哇，这个多，对的，这个比较厉害，他的手缘是最高的，对，还有延长的那个啊。请问穿几号？啊？40号。错了。下一个，43号。哇，错了。等一下，要再大还是再小？小一些哦，40到43之间。那个拿花的，拿花。42号答对了，来礼物。这样真的很酷，很难的，这超难的，什么？大点声，谁的声音？谢谢。送谁呢？啊，那直接送一个。我跟你讲，大家都答对呢，你来丢，那谁答的？你丢的话，专辑当中最后一首歌是什么歌？主打歌曲什么歌？听不到。我们会唱 chorus 啊 ，chorus 一起唱一下吧，1、2、3。